馆暑期大展《隐形者：工薪大夫》，一位工薪族的当代艺术收藏展。本次展览聚焦呈现一位日本平民收藏家工薪大夫的当代艺术收藏，凭着对艺术的高度热情和过人眼光，以一个平凡工薪族的角色，在17年间竟收藏300多件当代艺术作品。乐于被艺术品包围，乐于与艺术生活在一起的工薪先生，透过精选的51组艺术家之61件作品，与台湾民众分享其傲人的艺术收藏。